山地门阿波部落的族人为南岛婚礼跳起了勇士舞。一年一度的南岛婚礼在4月28号活动开始，接下来将近有16天的各项部落巡礼，还有乐舞的展演。因为经费有限，原本每年提供12对新人参与传统排湾族婚礼，今年只提供6对参加。因为我们处里面的经费啊比较拮据啊，所以是才6对新人。我们把活动加长，让一些产业能够进来，整个活动的流程更多元、更精致。希望未来是越来越盛大。那我们这次也结合了金婚、钻石婚等结婚一家子的老人一同来参与。新人人数缩减，但还是有不少观光客慕名而来。Very, very interesting. Yeah, very fun. People look really splendid in their outfits. And the kind of colourfulness and togetherness of the people is very much like I've seen up in Scotland. 南岛婚礼，新人穿着隆重的传统服饰，不少游客都争相的拍照。在为期2个多礼拜的活动中，也邀集了各部落农特产还有工艺坊的加入展出，让更多部落在一年一度的南岛婚礼盛事行销自己部落的特色。记者阿瑞、歌手屏东山地门采访报道。